大哥，对，听啊。哎，大啊，出啊，这个，你买单，你买单好不好？你买单。用没拍吗？来，来，哎呦，这是他的手机。昨日下午一时许，一名年约60岁男子与小琉球玻璃船搭乘处因不明原因昏倒。小琉球执行人员见状后立即上前协助，本署同仁即刻实施 CPR 心肺复苏术急救，在持续施救后恢复呼吸心跳，成功救回男子。